我自己都有点晕了，就是放下有点晕了，就是你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，是吗？那我一个一个跟你讲好了，就是我先讲丝绸啊，丝绸胶带，我看一下啊，丝绸胶带它那个常规的那种假装啊，是需要1.25厘米乘0.5，然后1.25乘10呀，然后2.5乘0.5，然后2.5乘10呀。你的立马给我填了，我真的很急，我今天白天忘记感动了。好的，那我现在立马给你，啊，我明白，我立马给你啊，我现在做，然后把要，好的，我把要求写在上面。好，我现在赶紧弄，好，我跟你讲了，我急。